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哈、哦。他说 ，Fs 等于几 ？Log 以三位的 x。那第一个，他告诉 f 方 a 等于几六？麻烦你把 x 用起来 a 带进去。所以 log 以三位的 a 等于几六？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所以 f a 等于几六嘛？所以说 x 用起来 a 带进去。所以 log 以三位的 a 等于六，所以说老师问你，那 a 等于自己怎么看？老师先请问一下，你需要指数还是对数？指数对吧？所以说 log 以三位的 a 等于六，怎么改成指数？麻烦你从底下倒过来念，三的六次方等于几 a？ 所以 a 会等于三的几次？六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再看。他说 FB 等于几二，好不好？一样，同理，把它带进去，把 x 用几代 b 带进去，所以 log 以三为底 b 会等于几二。好，写到这边之后，麻烦你从底下倒过来，三的两次等于几 b， 所以 b 是几？三的几次？两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再看 FC 是几？五。把 x 用几代 c 代带进去，可不可以把 x 用 c 代带进去？所以 log 以三位的 c 会等于几？五，永恒了。所以说把它带下去是 log 以三位的 c 等于几？五。所以说一样，麻烦你把三角函倒过来，所以三的五次方等于 c， 所以 c 是三的几次？五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写到这边，题目要求多少？求 f 多少？你看这个东西哦，题目要求多少？求 a 开几次？三次，乘上 b 平方除以 c， 对不对？所以说题目要先求 f 这个东西嘛。所以说你先把这个东西给算出来，行不行？来，怎么算？那你看哦，这边 a 要开三次。a 本身是几？三的六次，这样行不行？乘上 b 两次 ，b 本身是三几次？两次 ，c 是三几次？五次，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，老师可以知道，这三的六次方开三次，把次数除以三，变三的平方，乘上次数对次数内外相乘三的四次。底下再除以三的五次，相乘次数相加变三的六次，再减掉三的五次，所以剩下三的一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所求是几？啊，所求是 f 多少？三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把 x 用三带进去，变 log 以三为底三。算出来答案就是几？一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到这边把这题整理一下。